文化学院美术系学生毕业美展在台北市中山堂跟清宫一郎展出，在中山堂展出的是油画，其中温彦华画的舟一只小船夸张的在浪里面行驶，很突出，而刺绣中的人物在海滩上把人背景跟海滩上面的线条表现得很好。康淑文女士的画展在忠孝路中美文经协会展出了100多幅的花卉鳞毛，其中第四号的牡丹几次流畅，第五号蔬菜水墨交融。第六号的菊花跟第七号的葡萄都非常的生动，吸引了很多的观众。这个画展将展出3天。